发了神经病了，我把他关在房里，待会儿我会派人来伺候他，你当心点啊，你要是放了他的话，我就要你的命。现在像一只失去了自由的鸟，被关在一个窄小的牢笼里。过去，当我还没有认识他，那个残忍的、自私的吴景之以前，我和我的一群工作同志在大自然里飞翔，多么自由自在！这一群热爱自由的鼓舞就参加了抗战。在华南战场工作的时候，我病了，朋友们一定要回重庆姐姐家去休养。谁想到在半路上正碰着湘桂撤退，我也就做了难民。同志们，辛苏妹，梅小姐，对不起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叫吴景之。哦，就在这儿，我碰到了他，这个不很熟悉的人，开始走到我的生命里来了。嗯，你忘了，在香港我看过你表演，听过你唱歌的。
哦，吴先生是你呀、啊哎、现在记起来了，想不到在这儿又碰头了啊！真是没想到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你们歌影团呢？哦，飞到前方去了。我因为身体不好，请了两个月假，预备到重庆姐姐家去养养病的。不想到了桂林，刚刚碰见撤退，两个朋友又都走散了。你看，我都弄成这样了。逃难没有什么好样的，我们到那边烤烤火去吧。哎哎哎，老婆，让让让让，让让让，叫你让让，快点。啊，喝点水。吴先生，你预备到哪儿去的？我是运货啊，不，我是建度搬运物资到后方去，在香港有点事情没跟货车一块走，他妈的谁知道日本鬼子来得这么快，飞机没挤上，这回可真做了难民了。谢谢你吴先生。不用客气。像这样怎么能到得了重庆呢？我只想还不如回队里去的好。哎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往重庆跑，你怎么还能到前线去？好在我有部车子，你要是愿意的话嘛，就跟我一路走好。到了重庆找到姐姐更好，找不着就住在我那边，好吧？那我不，我不，这什么关系？再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肚子饿了吧？吃块大饼吧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兄弟，嘿，你这么好抢他的呢？兄弟，哦，给他吧，怪可怜的。哎，是怪可怜的啊。谢谢。哦，好好，给你。谢谢你。啊，老太太，给你。谢谢你。那这还有。啊，谢谢你。是。哎，这次抗战，真是牺牲的太大，中国的老百姓也真太伟大。太值得人同情了。今天就把这车当旅馆睡一夜吧。啊，好的，盖好呢，小心着了凉。啊，盖好。谢谢你，吴先生。还客气。安心的睡吧啊。吴先生，那你盖什么呀？你看我不是有大衣呢吗？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妈的，没办法了，只好走吧，走得动吧，到前面就有办法弄到车子了。一路上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我因为病也就完全依赖着他了。我这种感激他的心情，就造成了我以后悲惨的命运。我的小伞呢？让我绑一绑。不，你坐下，我替你绑来。我来。哎，谢谢你，吴先生。患难之中还跟我客气吗？这个屋子怎么能住啊？有好一点的吗？将就着，先生，这还是我自个儿住的屋子，让给你们住的。老板娘，哎，被我有吗？多借床被我好吧。被窝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两个人盖床不是很好吗？
哎，老板娘，有水洗脚吗？啊，水桶在那儿，你自己来拿好了。我去打水去啊。真对不起你，吴先生。干嘛那么客气？助人为快乐之本吗？我们这儿这么些人啊，从冷水等到现在，一等他开了，大家弄点饭吃吃的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怎么这么不讲理你？快起来洗脚吧，这样会伤风的。你，我让我自个儿来的，不敢当的。不不，你累了，我来。那真谢谢你了。干嘛还跟我这么客气啊？行了。现在总算到了安全地带，很快你就可以看见姐姐了。重庆我有一幢小洋房，就在嘉陵江的旁边，风景真是美极了。到了重庆，我希望你住到我家里去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个环境对你的身体是最合适的。是纪念册是吧？我可以看吗？是，你看吧。哎，这是谁？这是我们歌影队的队长。哦，很漂亮，很年轻啊。吸起手来为自由和平而奋斗，送给春丽。哎，他怎么不叫春丽同志啊？我们队里都叫名字的。那么比较亲切一点啊。春丽啊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想问你，有没有男朋友？男朋友？嗯，多得很呢。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最要好的。最要好的？嗯，是不是你们队长？也可以算是。为什么算是？我们队里每一个人都是好朋友。哦。吴先生。嗯。你睡在哪儿啊？我再想办法吧。吴先生，您不洗脚吗？哦，对不起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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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姐姐叫这个呢。下来吧。哎。难民教养院为了筹募基金要举行一个歌唱大会，一会儿我还去开会呢。那你自己少不了又要唱几句民歌了。等一等，等我打一份给你。算了，重庆的水贵得很，马马虎虎得了，只要你不讨厌我。讨厌你没办法呀，只好将就吧。春丽。春丽。嗯，春丽。妹妹，妹妹，春丽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春丽回来了。姐夫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你可回来了。你姐姐担心你身体不好，还怕你回不来了呢。真是差一点回不来了，后来幸亏遇见了他。哦，姐姐，你进来呀。这是我姐姐，这是我姐夫，这是锦织，吴锦织，吴先生。久仰得很。时常在书报杂志上读到您的大作，那真是钦佩之至。吴先生对于科学也很有兴趣嘛。那好极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常在一起研究研究了。以后讨教的地方多得很的。林太太也是久仰的很。你演的戏真是好极了，你知道我是你的忠实观众。哪里哪里，请里边坐吧。请坐。春丽一路上称吴先生照顾，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您才好了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我生平最爱交朋友，朋友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。我觉得互助最高的道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春丽，你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？人真生得健，头那会儿没有病了。瞧你这个脏样子，走，我们进去换换衣服去吧。二文，你陪吴先生坐坐。吴先生，对不起。吴先生，请洗洗脸吧。啊，让我自个儿来吧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吴先生在化验什么东西？哦，巧极了，吴先生，我介绍你看样东西。我今天发现了一种新的害虫。害虫？您请看。这在农业上是一种很重要的发现。吴先生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什么样的害虫一经过我的显微镜是绝对逃不了，而且只要给我发现了，我便要想尽方法让大家来扑灭它。林先生这种精神真是令人钦佩。这种精神一个科学家应该有的，我们无非是服从自然的真理，我们要想尽方法使得一切的生物能够自由地生长和发展。哪儿弄来这么件男人的衬衫？是他的。哦，该不会生虱子吧？那也难说呀。别怕，前天刚洗的澡。谁怕呀？你们这队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在桂林。运奇，运奇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怎么样，你的病好了还想不想回歌音队去啊？当然要回去的，怎么能不回去呢？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姐姐。怎么？心里有件大事情吗？姐姐，你知道事情常常是。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啊。不用说，我一看见你们俩情形我就猜着几分了。你们是不是，哎，告诉我他的为人，他的思想，他对你的了解怎么样？他说他是最喜爱艺术的，他还说男女的结合是要保持个人独立的自由的人格的。那么妹妹，你告诉我，到底你们是不是已经，妹妹，姐姐，那已经无从考虑了。
姐姐，你别骂我呀，别骂我呀。真该的，真不是个好孩子了。好了好了，哭什么了？当然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恋爱也当然不能拿时间来计算，纯洁的爱自然会产生幸福的生活的。只要你们彼此真诚相爱，我做姐姐的还是什么不高兴的。恭喜你，祝你们姻缘美满。小华，我到厨房上去买点菜吧。好，你快去快回吧啊。我们身上没带什么钱，他又不会买东西，还是我自个儿去吧。姐姐，随便好了，不要太麻烦了。哎呀，这样简慢的牛青妹夫在这儿吃饭，不是太不客气了吗？姐姐你，哟，你倒替他客气起来了。吴先生，您坐吧，我去去就来。成林，这下可定了，这下可跑不了了，永远是我的了。喂，讨厌。哎，听他们跳舞跳多热闹，咱们快点晾好了衣服，也要去排戏去了。儿子的军民联欢大会一定会很热闹的。是啊。走，快点。好。好，你在这儿啊？是，又在想他了。咋了？我们队长正在分配工作呢。你们快啊，小鬼。走，咱快点晾衣服去，一会儿还要拍戏呢啊。这是一个多么和暖的天气啊，同志们都在愉快兴奋的工作，排戏啊，练舞啊。小吴告诉我们说，队长在那写情书呢。哎，这哪是情书呢？你们看看，哎，私看人家情书是不道德的。他给我们看的嘛。本来我倒不想看，你这一说，我非看不可。不要抢，大家抢，大家抢，大家抢。春丽姐妹要在重新要表演啊。他既然能够表演，想必他的病已经好了呀。哎，病好了为什么不回队呀？一定会回来的。嗯，没那么方便。怎么？如果有个如意郎君啊，就靠不住了啊！你说他再重新会结婚啊？嗯，也许吧。春丽的性格我知道，也许太感情了点，太善良了点。嗯，软弱。哎，他在你们这群女孩子当中，要算是最软弱的一个了。可是，他心里边所燃烧着的热情，像春光一样的是关不住的。哎，你还记得他临走的时候，我送别他的一首歌吗？
真好，我一定要送你到美国去深造去。嗯，累了吧？歇会儿。不，我好久不练，都生了，都唱不出来了。生就生一点吧，干嘛要练？其实你也不必去参加什么游艺会了，就唱给我一个人听听，已经够满足了。我已经答应他们参加了，怎么可以不去呢？哎呀，重庆这种游艺会真太多了，你要是去应酬的话，那就没个完了。哦，你不说你爱好艺术吗？怎么可以说是应酬啊？正因为我爱好艺术，所以才不赞成你随便去表演，懂吧？那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搬到这种难民游艺会去表演，那不是糟蹋了艺术了？音乐不是应该给大家听的吗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来来，太太，你有封信。信？谁的信啊？我的信啊，不是一个朋友家转的信。你吴先生啊，请等一等啊。喂，怎么结了婚连干妈都忘了？这些日子怎么连我的门也不上啊？你干妈呀？啊，小两口还好吧？新婚的滋味还甜蜜吗？不，我实在是忙，没能向你老人家请安，一切都托你老人家的福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我这儿有个 part， 你带春妮来也让她见见场面，我还让她唱两支歌，要大家欣赏欣赏哦，不要埋没她的艺术天才哟。这是难得的机会啊，很多有面子的人都到的。这是你老人家多多的栽培了，不过他唱得不好哎。哟，你倒先谦虚起来了，那他还肯来吗？哪里哪里，这是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嘛。啊，不不，我晚上一定陪他来啊。晚上见啊。进来。经理。嗯，什么事？有几家从前订货的商家呀，他现在又来打听那批货的事情。哪批货？说我们公司上次从香港运来的货呀，根本就没有损失，是存心想利用这次仙贵撤退的机会把他们订的货全给吃了。这个消息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的，其实我们的货早就从班上给运走了呀，没人会知道。哦，那这件事情除了你知道我知道，再就是干妈知道。干妈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你以后说话倒得当心点啊。这经理，你想我怎么会呢？难道经理还不相信我吗？再说那批货到现在都还没脱手，你还得费心去办一办啊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的，当中有一小部分的盈利是归你的吗？那当然我去办了。只要经理您信任我，这帮家伙还不是来打听打听就算了吗？其实我们的货早就报销了，连经理的小汽车在逃难的时候都丢了，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啊，还有什么事情啊？啊，没了没了。林太太，哎呀，你们这个狗啊真负责任，一直咬着不让我进来。你进来了。哎，在锦芝嘛就要养狗，养了这条狗连自己的人都咬。这儿有你一封信。我的信？哎，姐姐，你猜是谁给我的信？谁？是
送给运气的？不是，是队里大伙儿签名给我的。哦，信上写些什么呀？哦，他们说运气另外有信给我，奇怪，怎么没收到呢？我不是给你转了一封信，好像是运气写的吗？转来的信没有啊？哦，我是让邮局寄的，也许还没送到。他们都好吧？好的，啊，他们还问你好呢。啊，姐姐，他们全体欢迎我回队去呢。怎么样？你回去不回去呢？我回去。我想我回去，我赶快给他们写回信。好，大姐来了，欢迎欢迎。你好啊。谢谢你好。谁来的信？啊？哦，是我们队里写来的。队里？你看，他们大伙儿欢迎我回队去呢。要你回队去？啊？哦，你不赞成吗？哪里，我怎么会不赞成呢？这是你的工作自由。春丽啊，巧了，明儿一早我正有个军邮局的朋友出发到那边去，这封信就托他带去，那不是又快又稳当吗？真的？哦，那么你们就别打搅我，让我好写信啊。好好好，你写你写啊。大姐，外面看着好了啊。哎，春丽，你替我问候他们一声啊。好的。锦芝，你对春丽回队的事情怎么样？大姐，春丽真的要回歌营队去？我想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。明天的游艺会是不是一定要参加呀？我是一定参加，春丽也答应了他们，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嘛。可是大姐，你知道我是希望有一个宁静的家庭的，可是春丽今天参加什么游艺会，明天又是什么歌唱会，还想回队去。大姐，你想，我是负有保护她的责任的。你不要看得太严重了，景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了，娶一个出风头的太太嘛，做丈夫的就难免会成为附属品。你想的太多了。信写好了。写好了。你看看这样写好不好？你写的还会不好吗？马上替你发出去啊！你一定给我发。还是小孩子一样，本来还是个孩子嘛。不是的，已经是太太了。太太了，太太了。姐姐来。这个经理，这有几张订货的单子，您签了字我就给发出去了。好吧，先搁里边去。不是，回来以后，凡是寄给太太的信、请帖或者是报纸什么的，都得先给我看。是。还有太太写出去的信，也得先交给我。是是是。留神点儿，别让太太知道。我明白。请你们到前台坐好。
吃饭再后看。这里人实在太多了，你别管我的事情。这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什么态度？这就是我态度。怎么走到后台了？前面的都有，我怎么能弄到后台来？你带走的家伙是哪儿来的？神气活现。西山。锦芝，赶快把衣服换了，跟我回去吧。你生气了？没什么，把衣服。兄弟，我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大姐姐，你来了，我们这里好多帮赶来替你唱歌的。兄弟，你比中间唱的更好了。兄弟，你来了，我们可以在重庆好好看一下。啊，好的。姐姐，你结婚了，你的先生我们还没看见呢。哎，刚才还在这儿的吗？啊，锦芝。啊。锦芝，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。朋友，这是我的先生吴锦芝。啊，吴先生，回去吧。我刚才见了这几位朋友，我一会多待一会儿跟他们谈谈呢。这空气不好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这里。梅小姐，梅小姐，你真是太辛苦了。哦，没有什么的。真辛苦了，您的表演真是好极了。今天梅小姐为了本院举行的男童孤儿有这样好的表演，本院真是感激的光荣的很。小朋友们，梅小姐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我们应该向梅小姐鞠躬啊！来，一鞠躬。啊。小静，你向梅小姐献花。啊。好。是不是你的丈夫？奇怪，你怎么会不是我的丈夫啊？那么你就应当尊重我的主张，顾到我的尊严呢。你不是说尊重我的事业来的吗？我的太太，你怎么不怕传染病啊？亏你还能跟那些臭孩子们亲嘴。我知道你们这些演戏的就是爱卖弄风情。卖弄风情，对谁呀？对这些男童小孩们啊？谁知道你对谁？可是你得明白你现在的身份，你得像一个太太。难道说你是愿意一个妻子整天都关在家里吗？结了婚的人不在家里，干嘛结婚呢？我没有说我不在家里啊。可是我也并不是为了做太太的附属品才结婚的呀。锦芝。我们结了婚就会变了。可是太太，你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有了家了。是的，我有了家，我爱我的家呀。可是我爱的是家庭的家，不是枷锁的家。废话。结婚前他为了追求我一意地奉承我，现在我看出他要把我作为他的俘虏。
在梦里都表现了他的专制的自私的心理，我怎么能同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呢？我后悔了，我开始苦恼了。我像一只离开了群的鸟，过着金丝笼的生活，一年两年，抗战胜利了，他抢先到了上海发展他的投机事业，我呢只是换了一只更漂亮的金丝笼罢了，常常被他利用到他所谓上流社会里去交际，我那寂寞的心里只是更想念着那些还在民间艰苦工作的朋友们。怎么样，该梳梳头换换衣服去了吧？我不想去了，到了上海之后每天都是这些应酬，我实在不感兴趣。你怎么能不去呢？今天我们两个是主要的客人，而且今天去的客人都是跟我们事业上有很大关系的人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哎，知道我今天答应了主人还让你参加表演唱两支歌呢。你怎么没征求我同意就随便答应人家了呢？哦，春弟，这还不完全是为了你吗？你看只要一有机会，我总是把你的艺术天才介绍到上流社会里去。你看你要不就把我关在家里头，要不就带我出去东应酬西交际的，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那你想干什么呢？你看姐姐跟姐夫他们办了一个农场，那么好的成绩，我这是又羡慕又惭愧，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工作。怎么你到现在都没打消这个念头啊？我喜欢那样的乡村生活吗？你是喜欢过乡下日子啊？那好吧，咱们在郊外不是有所洋房吗？过几天我叫人去收拾收拾，咱们俩去玩一阵好吧。这说到你姐姐的农场啊，我看你还是早去吧。你们这个地方真好啊。哪里，这个农场我们结伴还不到一年呢。哎，蛮好了。哎，阿文呢？恐怕在实验室里吧。阿文，春花，我们今年改良种子的功夫没有白费，你看今年的稻子粒子比去年又肥又大。阿文，你看谁来了呀？谁来了？阿文，林大哥，林大哥，你们来了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到底又见着了。怎么搞得像逃难的一样呢？谁说的？我们复原了。那队呢？我们的队。说吧，看他们都快累死了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
妇科都有了太太了啊，周以文。好，好极了，你们都成了家了。好嘞，你这一年的工作成绩也真是不错啊。最近你在忙些什么？我还不是跟泥土接了不减员了，现在害虫又给我做了对，每天搅得我头昏脑胀的。走走走，到外面去歇歇去吧。好，哎，外面休息休息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走了，对于这些害虫的斗争是一刻也不能放松，你少一偷闲，他们马上繁殖的更多起来了。是啊，不到田里来就不知道害虫的厉害，专门跟农民作对的。坐呀，坐。其实啊，跟农民作对的还不只是这些害虫哦。现在我们在研究改良种子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消除害虫。试试看，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豆子，我做的是干豆。我尝尝。你们坐一坐，我去烧水泡茶来啊。等我去吧。我去吧。哎呦，你们两个相敬如宾啊。大姐对于农场感不感兴趣啊？怎么会不感兴趣了？你们瞧，这些个都是我的成绩了。哎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其实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城里，这些是我闲着的时候把耳闻做的。农场可以说是我休养的地方。你的生活倒是怪理想的。嗯，他的劳动也是双重的，在城里演戏教歌，回到家了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练练歌，还要帮我整理研究工作，又要料理家务。他不仅是我的一位好太太，而且还是我顶好的合作者。现在他又把农场附近的许多小孩子都组织起来了，每天教他们读书认字。来来来，请你们吃点豆啊。哟，瞧你的手好脏哦，还不快点回去洗洗去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什么事啊，阿梅？哦，林大哥，林大哥，有虫，田老爹看见有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您看看，这种虫我都没见过，好凶啊！苹果树叫它一咬就哭了。在哪儿？云青，你们不要走，这儿用得着你们。可恶的虫，各式各样的虫。我是实验农场，谢谢你，请他快点来听电话啊。兄弟来了吗？哎，我跟他说话，我跟他说话，来来。别忙呀，娘一起请他去了。哎，你们可得好好的安慰安慰他，他很寂寞，也很说很痛苦。大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他？我每个人都惦念着他呀。他也很惦着你们呀。村里也怪。我们写过好几封信给他，可他一封也没回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大伙写一封信，他还没有回我们呢。有我转的一封信，的确收到的，而且我亲眼看见他写回信的。哦，你写的是？太太，老爷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。样子呢？样子，布料子，老爷都已经挑好了。样子料子都挑好了，尺寸也不用量了。喂，哦，姐姐吗？有什么事儿？你们结婚纪念的请帖已经收到了。哎，现在有一个朋友跟你说话啊。春丽。喂，谁呀？太太啊，猜不着呀，可是你的声音很熟。是的，我是韵琪。哦，韵琪，你已经回来了。我们刚回来不久，好容易找到大姐这儿，我们都在呢。春丽，喂，喂，怎么了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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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断了？喂喂喂喂。哦，那我们的队呢？我们的队复员了。解散了，我们都分散了，没有办法。哦，你不是李林妹妹吗？嗯，是啊，我是李林呐。我是邓凯啊，我是莫克，还有我的太太周以文，你没见过，来来来。你们也都来了，哎，我真高兴，我恨不得马上看见你们。我写了好多封信给你们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我呢？快点来看看我吧，我真闷死了。我们已经看见你结婚纪念的请帖了，到那一天我们一定来。哎，恭喜你啊，春丽。哎，你等一等啊，云琪还有话跟你说啊。云琪，我没什么话说了。
请您来衣服吧。太太，老爷子说了，他说一定要您聊一聊今天。就拿这个做样子好了。裁缝来过了没有？啊，来，量过了吧？啊，这还没量。没有。这个样子，这个料子，好哎。都可以。啊，刘处长，啊，您刚来，哎，请。哦，王主任啊，丁子兄，恭喜！啊，吴太太，您可比一年以前的今天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更漂亮了啊！哈哈，丁子兄，你的艳福可真不浅呐！啊，春丽啊，你在这儿陪陪王主任吧。啊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啊，恭喜吴太太，您真是。王主任，对不起。我那边有点事情，您请坐一会儿。好。姐姐，嗯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替我去招呼客人，我真讨厌。怎么，你讨厌我们了？哦，不是的，姐夫，我有点不大舒服，我想楼上去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快歇歇去吧，反正景芝在这儿呢啊。春丽，这么多客人，你怎么好走啊？待会儿干妈还得来，你得好好的招待你。我有点头疼，我不高兴。头疼？哎，就是这儿。这请问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是来道喜的。哦，那么有请帖没有呢？哎，有。哎，道喜还要什么请帖？要是没请帖的话，对不起，那咱没法招待。哎，请帖卖多少钱一张啊？这道喜又不是坐火车，又不是看戏，还要查票。我们是来找梅春丽小姐的。好，那么请给一张这个名片好了。名片，名片。丽琪，哎，春丽，春丽，小妹，啊，李林、吴克，你们都来了，怎么不进来呀？小妹，我们在那检查身份证呢。对不起，进吧，真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景芝，陈允琪他们来了，你跟我一块去见见他们。你们等一会儿啊，我跟景芝一块来见你们。当心你。春丽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我真是高兴又看见你们了。春丽，吴克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不认识他吧？我来给你介绍，他是我的太太周以文呢。啊，以文妹妹，你好吗？谢谢你，梅姐姐。哎，春丽，啊，你怎么做起阔太太了？打扮这个妖里妖气的样子。对。锦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陈允琪，我们歌影队的队长。陈先生，就要吴先生，恭喜啊，怎么你们都来了是？好，请里边坐。哎，坐，请啊，请啊，请这边坐。来了啊，对，请这边坐。哎，请这边坐。允琪，你们来了。啊，大姐，你咋来了？来了，大姐，太姐了。爷爷，你先来了。请坐啊，失陪了啊。这帮人的请帖谁发的？并不是我发的呀，刚才我在门口还在向他们要请帖呢。偏偏在这时候来弄得不上不下。这样吧，待会儿饭就开在小客厅里，把他们割开来。哦，是。你可得留神呐，他们这帮艺术家的脾气也不是好惹的。
你们倒还是跟从前一样那么结实，你好像稍微瘦了一点，可是精神倒比从前好了。我看倒是漂亮了点了。新娘的时候比现在还漂亮呢。哎，春丽，你现在还练不练歌了？你对了，你不是在重庆还表演过吗？你歌唱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啊，我还没听见过呢。我现在差不多完全不会唱了。哦，吃点糖吧。好，我吃吃。燕琪，吃糖吗？谢谢。你好。小姐来了，少爷叫你去接她呢。哎呀，你们今天这儿真是热闹啊！难得把你老人家请了来了。李小姐，您好，你也爱热闹，真是难得。王主任，喂，你们看那个女人，满身都是浮生液。那就是景致的干妈，反正不是寄生虫啊，就是结核菌。干妈啊，您忘了介绍了。这是我新收的干女儿王三小姐，这是你干哥哥吴景之。干妹妹，哎，你干妹妹正要参加竞选上海小姐，你要帮忙哦。那一定的。像干妹妹这么漂亮的人，我担保一定会当选。哪里，请干哥哥多多照应着一点。好事好事。好，春丽来。干妈。干妈。这是王小姐，这是那人春丽。哎呀，春丽呀，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，可把我的干女儿给比下去了。干妈还说笑话。怎么样，近来小两口吵架没有？哪里，我们是模范夫妻，再和睦也没有。那就好了，家和万事兴啊。你老人家说得好。你老人家今天带点什么东西送给我们俩了？瞧你这孩子，一见面就跟我要东西。您家里东西多，把你不用的东西给我们一点，我们就发了财了。得了得了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。把那两样东西拿过来，给你们带来了两样粗东西，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。这是我送给春丽的。赶快谢谢干妈。谢谢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给我的。这是刚从外国来的最新式的打火机。真好玩啊。真有意思。好玩。谢谢您老人家了。请那边坐吧。怎么这两天老不见着你啊？实在是忙啊。是不是忙着打牌？生意也做，牌也打。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，可是输的不多。你要是再打输了，我可不借钱给你了。我想干妈一定会支持我到底的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今天我们这个结婚纪念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兄弟以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所以兄弟一直希望有一个和平安静兴旺的家庭。诸位，为了
恭喜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大伙儿也干一杯啊！啊行，啊行，行行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干杯好了。哎，邓凯，邓凯，你坐下，别使春丽太难看了。要求一个家庭的和平安静，那夫妻之间就要有充分的自由。夫妻之间要求有充分的自由，那就必须要互相尊重，互相体谅。我跟我的太太就可以说是这样一对美满的夫妻。我们夫妻所以能够这样的美满，我们的家庭所以能够这样的幸福，就是因为我的太太是一个最明白事理的人。王院长，啊，你先到外面忙吧，我来替你招待。啊，您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行行。咱们事情都是顺从着我，啊，总是以我的意志为意志，我的乐趣为乐趣，更能使我的事业。演讲呢，物以类聚，还是咱们这儿自由的多。我可以说他是我可爱的小绵羊。我请诸位不要笑啊，这是真的。不过我也顺从我的太太，我也是我太太的小绵羊。可是我希望我多顺从他一点，让他少顺从我一点。我希望我能成功一个真正为太太服务的好丈夫，将来我们举行新婚礼的时候，再请各位带着你们的孙儿孙女来喝喜酒吧。你是要敬各位的酒吗？那好，现在让我们夫妇俩来敬各位一杯酒，敬祝各位健康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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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布啊，我把林太太请来谈情啊。是的，我今天一定让我的太太唱一个最得意的歌来答谢各位的盛意。好，好，春梅跟这种生活怎么能够协调呢？我想她心里一定有很深的痛苦。林太太，林太太呢？啊，这个林太太，请您进去。干嘛？我们吴先生请您进去谈情。是啊，这个我们少奶奶呀，她要唱歌啊，唱歌啊，给你看看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春丽会在这种场合唱歌？春丽不会的。她是说她很久都不唱歌了呀。大姐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您来伴奏，春丽要唱歌了。大姐不，我今天嗓子不好，不能唱的。哎，春丽，你怎么能不唱呢？唱一个表示我们对来宾的谢意呀、啊！哎，吴太太是有名的歌唱家，我们非要她唱一个不可。是是、啊。非常惭愧，我自从结婚以来，差不多就不会唱歌了。客气客气。客气客气。我一定勉强让他唱一个啊。大姐，请你去弹琴吧。陈丽，唱了，唱什么？怎么了？心里不听我的话了啊？面子要紧吗？我看这样吧，还是让我的干女儿王小姐先唱一个，再请吴太太唱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我们先请王小姐唱一个啊。怎么样？啊，还是王小姐大方，不像我们村里乡下姑娘似的，没见过大场面。哪里？怕我们不懂艺术啊？您说的是啊。怕我们是牛，对牛弹琴。大姐，您请开始吧。那么王小姐，您唱个什么呢？
随便什么好了。哦，唱个狼呀狼吧。什么？狼呀狼？嗯，是我干妈挺爱听的那个歌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弹。哎，他会弹了，他会弹了。哦，好好，请开，请开。赏脸就算了。不，我一定要把他叫下来，叫他向你老人家赔个不是。瞧他那劲儿肯吗？由他去吧。来，咱们大家跳舞吧。你干妹妹的舞跳得不坏哟，我叫他做你的 partner 吧。干妹妹，我跳得不好。哪里，我才跳得不好呢。什么结婚纪念，简直是丢人。你多大的面子都不要，把干妈都得罪了。你要懂得，一个艺术家丢掉了一次宝贵的表演机会，那就是一辈子都追不回来的损失。你以后还能在这个上流社会立得住脚吗？今天来的那些客人都是社会上有名誉地位的人，人家捧你的场要你唱歌，可是你偏偏不识抬举，简直一点人情世故都不通。那不要紧，你知道我的名誉地位受多大的损害。锦芝，什么是艺术家好的表演机会，我跟你的看法可不同。你少跟我发表你的理论。你要明白，你是我的太太，你以后得尊重我的主张。他竟专横到这步田地，我还能忍耐吗？可是当时我竟这么软弱，我不但忍了下来，而且为了想转移朋友们对他的观感，我还委曲求全地设法拉了他到农场去看我的那些朋友们。我在挂旗子。哦，那是什么旗？
信号旗。信号旗。哎，周围的农民要看见我们这个旗子挂起来，准知道我们农场有什么事，招呼他们来。哎，比如说发种子给他们了，哎，或是召集他们开会，或是大伙儿一块儿出去扑害虫啊。可惜我们在家看不见这个旗子，要不然我一定常上那凑热闹的。那今天升旗干什么？我们今天筹备和周围的农民开个城际展览会，他们今天要送很多东西来展览，你等他们来了看哪能热闹呢。小姐姐，好久都不到我们这来玩了，哎，到我们屋里去坐吧。到家里了还要穿高跟鞋，你看你真是。你知吗，我出来如果不穿高跟鞋他就要不高兴的啊。结了婚连穿鞋的自由都没有了。我们正忙着呢，我们准备开展览会，又要开游艺会，可忙得很呢。这是他新作的歌吗？哎，是一个歌舞剧，叫《关不住的春光》。关不住的春光啊。锦旗真用功啊。哦，春丽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我只听了一段，已经觉得很美了。那我们请你帮忙的。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做一个模型。模型？哎哎，因为这样一个歌舞剧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尝试的，所以特地设计了一个模型，在研究怎么样在舞台上演出。哦，真有意思哎。你看好吗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那好啊，我们商量了许久，这戏里的春神最好啊，你来演。怎么样，你还有兴趣演戏不？当然有兴趣啊。来，木克，把这个模型搭起来给他们看看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搭起来做给你们看看，来帮帮忙。哎，给我这个拿走了。哦，是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夜里，这个魔鬼在追赶美丽的春神，但春神被魔鬼追赶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就陷落在一个很深的山沟里，于是就被魔鬼关了起来。啊，真好玩，我一定要参加的。哦，那好极了。好了，后天我们就要开始排练了，你要每天一早就到这儿来。桃花辛苦啊。春丽，你就搬来住几天吧，我们把那间屋子收拾出来做你的卧室好吗？你搬来住，我负责帮你收拾房子。春丽，你要是在这玩几天呢，就晓得我们还像从前在这里一样，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似的，一天到晚都是很高兴的。春丽没问题了，景之你怎么样啊？我大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对大姐是绝对的服从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我们带了这么多东西来参加你们的展览会，要不要啊？好好极了，就是要你们这些东西啊。林先生，真是谢谢您，您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种子，又教给我们新方法。你看，我这瓜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林先生，田老弟，您这个是什么？这呀，这是田乐捉来的害虫。林先生，我捉这几个害虫来参加你的展览会，你要不要？要的，要的。嗯，除害虫的工作最要紧了，我们一年来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害虫糟蹋了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田老弟，你了不起，你想得太周到了，我们应该把害虫展览给大家看的。大家把东西放这儿吧，啊，快快快快快！简直去参观参观吧，参观好。春丽，春丽，一道去吗？谢谢春丽。哦，我就来。行，我们走吧。迎接未来的新时代，新时代。哎，不错呀，春丽，我们找个幽静的地方，我把剧情细细的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呀。我正外面这么好的阳光，我们为什么要躲在屋子里头呢？这时候，春神被魔鬼逼迫得无路可走了，就陷落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沟里头。那个魔王就砌了一堵又高又厚的石墙，把春神关在里边，他想使春神永远不再到人间来。于是魔鬼胜利地叫着，跳着舞去。怎么了？没有什么。
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太美了，你再说下去。这时候寒冷包围了整个的大地，所有受不住寒冷的人都集合起来要去救助春神，他们把力量合在一起，抱着一根粗大的树干去撞这座石牢。哎呀哎呀，大家一起来呀，我们的热烈三万度钢铁也要化成灰。不要，云溪，不要说下去了。怎么了春莲？你们不会轻视我吗？不会说我是失去了灵魂只会享受的坏女孩子吗？不，我们从来也没看清过你啊，知道你是个有作为和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子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像犯人一样被关在家里，你们会不会伸出手来援助我呢？依赖别人的援助，那才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春莲，春莲，好的女孩子是不哭的。走。走。你知道我多么想飞呀、啊！来宝，来来，运钱。啊竟是什么东西？春丽，今天玩得很高兴。是的，很高兴。为什么那天结婚纪念你偏偏不高兴？你强迫我做我不高兴做的事吗？今天是你高兴做的事情。是的。过来看看你自己，弄得满身都是肮脏，你还有个人样呢？你又不是难民，你是我的太太，我不愿意你这样做。奇怪，这样就不像人了。你少跟我装疯卖俏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你不许跟程云溪他们那帮人来往，我也不让你去表演什么战斗的春神。笑话，你不是同意我演的吗？那是当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当然不便拒绝了。现在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推脱。不行，你不说一个艺术家不能失掉一次好的表演机会吗？你阻止不了我。赶走，飞单换掉。啊！死狗，畜生，哪儿不好睡睡到这儿来了？
苏敏，苏敏，来。坐下，坐下。太太，你瞧，他还是这个老爷的话。我说，你以后再让他睡在床上，我就打死他。哦，打死他？用什么东西打死他？<笑>你是用别针啊、没刷，还是你的口红吧？你敢侮辱我？不敢，我尊重你。苏敏，干什么？<笑> 苏敏，不许叫了。<笑>吴景之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狼心狗肺的人，欺负人都这般欺负。我给你完了。阿妹，给我柜里的衣服拿出来。 管着我呢，真的生气了，小孩子逗着你玩的嘛，逗着我玩的，你被看见我，你这样无聊的人，我受不了。<笑>怎么，真的要走啊？知道你想到姐姐那儿去住两天，对不对？也好，那你去住两天，歇歇气吧啊。 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这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个乡下别庄，特地带你来看看。我不要看，送我到姐姐那儿去。嗯，你不是说喜欢乡下地方吗？建房子收拾收拾，必能使你满意。楼上还有漂亮的卧室呢。姐姐那个农场，乡下人待的地方，我是不让你去。 到这儿来，到底算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。不过在我送你去农场以前，想借这个地方跟你恳切的谈一谈。请坐。 说，你预备这样跟我玩了吗？我想委曲求全的求个幸福的生活，结果完全是浪费。浪费。
钱都不浪费。简直要把我处于死地，我难道一点反抗的勇气？
村里怎么了，村里？村里，你怎么了你？村里，村里，村里，村里啊！村里，怎么了？村里，村里，妹妹，村里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招呼啊，四乡来的人你都得指点指点给他们啊。是啊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嘛，好热闹啊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呢。邓凯，邓凯，你快看，哎，请问诸位干什么？这个来参观的。请问有票吗？票？哎，没有。没有票我们不好招待的。别理他，小三进去。人呐，就像我们田里的害虫。嗯，一定要消灭他们。真是对不起你们，
为了我一个人让你们都打成这样了。陈丽，好的女孩子是不哭的呀。陈丽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你现在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，你看看我们的朋友不是更多了吗？啊，你还不高兴啊？